迪丽热巴 Wonderland 三月开季封面图晒照，但见光影当中的迪丽热巴，全新升级的造型，看上去冷艳有魅惑，整个人看上去都和她平常给人的觉得很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在齐刘海造型的烘托下，再加上光影的配景，让迪丽热巴全部人都像发生变化一个样一样，差点令人认不出来。但是觉得迪丽热巴这一次的照片气质和造型上面像极了演出舞台上的 Lisa 的即视感呀。话说演艺圈中有诸多的大牌明星喜爱 Lisa 这一位歌星舞蹈家，爆品虞书欣、杨丞琳等全是公布为 Lisa 应援的。现如今迪丽热巴的这一组造型，不清楚是否会让这一系列的大牌明星青睐呢？只有说五官相对性全力支持的迪丽热巴配上那样的造型还是十分的适合的。倘若像一些相貌较为娇小玲珑的女明星配上那样的造型，可能是掌控不了那样的冷艳风格吧。